北美第一家全新概念身心灵健康中心与列治文开业，这全新概念新在哪里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。这家健康中心名叫轻松生活中心，他们的健康理念除了身体的健康，也包括心灵的健康。这位专家讲员提到，心灵的健康影响着身体的健康，而良好健康的人际关系对心灵健康也有着重要的影响。但该中心更是倡导爱，除了保持个人的心灵健康之外，更要维护良好的家庭、婚姻和亲子关系，也包括良好的事业、爱情和其他方面的人际关系。他们提供心灵健康、家庭、婚姻和亲子教育等各方面的辅导课程。另外，您或许注意到这轻松的"轻"是氢气的"氢"。原来这和他们的吸氢保健产品有关。看到这一张张贴在墙上的见证，的确让您感到好奇。跟你不一样，我们是我体的一家庭的助理。刚才听了楼下的介绍，感觉您的这个那么多年，按理说，现在您目前应该是衣食无忧，应该在家里边享受阳光，享受家庭生活，为什么说要做这个生活重心呢？其实的确，就像你说的那样，我们已经大学毕业30年了，创办企业很多年了，在过去有很辛苦的一些阶段，那好不容易今年把企业已经卖给了美国一个上市公司，我们是可以享受一个退休生活啊，到处全世界旅游，陪伴儿女成长。但是因为我们真的是碰见了这么好的产品，我们自己这么受益，我们身边的朋友也那么受益，所以我们就很想把这份爱和这个那么好的产品传播出去，让更多的人能够受益。祝愿他们的爱心和服务真的给广大民众带来轻松、健康、美好的生活。感谢收看今天的大温故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